Hello， 大家好 ，I'm Richie。Hello， 大家好 ，Mabel。吓，今日心灵节目嘅第一 part， 我音乐。咁喺呢度咧，我呢一次咧做咗几集编曲啦，吓。咁编曲即系要改佢一啲原先嘅嘢，去变成第二种 style 啦，系咪？咁點改咧就好唔好聽咧，見仁見智嘅。咁從呢一集開始咧，我想開始講下乜嘢咧？我就想講下，即係而家世界上到底咧有幾多種 style 嘅音樂咧，係大家聽緊嘅嚇。嗰種 style 叫咩 style？ 係乜嘢嚟嘅？咁我想喺呢個節目裏邊咧，為大家介紹下。咁今日咧，首先我要介紹咧，是南美洲音樂，即係我哋叫做 Latin music， 拉丁音樂。咁南美洲咧就真正如果你要好 details 咁去數佢有幾多種唔同嘅拍子或者 style 嘢，超過40種。咁所以咧，我就唔會一一盡述噶，因為太過多，同埋咧佢有啲嘢爭好少嘅啫嚇。我主要講咧，就係講我哋香港人比較熟悉嘅。今日我開始講咧，就係講兩個 rhythm 啫。一個咧叫做 bossa nova， 另外一個咧叫做 samba。咁 bossa nova 咧，知唔知道邊個係 bossa nova 之父啊？有好幾個人噶啦。一個咋？Antonio Carlos Jobim 啦，冇錯啊，一個好主要嘅啦。根本就係佢啫嘛，嚇 ，Bossa Nova 之父，佢嘅名叫 Antonio Carlos Jobim， 係巴西人嚟嘅。佢60年代咧，將 Bossa Nova 引入咗去美國嘅商業市場，從此咧就不但奠定咗呢種音樂嗰、那個。流行性不是單止美國，是變成全世界。其實你而家聽緊我呢個節目開場嗰首歌，就是 Bossa Nova 嚟嘅。好啦，咁點樣為之 Bossa Nova 啦？咁我隻歌就音樂嚟嘅，你就可能感受冇咁深，因為一般如果你唔係識音樂嘅人咧，或者你唔係學音樂咧，就習慣聽。聽人唱嘅嚇 ，instrumental 難聽啲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先俾一首咧，唱出嚟嘅 Bossa Nova。咁呢個Bossa Nova 咧，我都揀咗咧，係一首我覺得應該都好多人聽過噶啦，或者你sorry， 或者你唔係你刻意聽啊，你去酒店啊咩食，但係總唔知咧。呢隻歌咧喺幾十年咧係不停啊，全世界都會播噶啦。OK， 咁我哋而家去片。Like a samba that swings so cool and sways so gentle that when she passes 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ah oh but I watch her so sadly how can I tell her I love herShe walks to the sea She looks straight ahead Not at me Tall and tan and young and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in When she passes I smile But she doesn't see
先咧，嗰條 band 咧我都用過一次嘅啦，以前咁啊呢條 band 係我中意自己拍嘢擺上 YouTube 嘅，咁啊都 OK 啦嚇。咁但係頭先咧，你睇嗰個片咧，你有冇留意咧？係冇鼓啊，佢冇人打鼓啊，得一支 double bass 兩支木吉他就咁嘅啫嚇。咁但係 Bossa Nova 嘅鼓係點打法嘅？如果有，你想唔想聽啊 ？OK 嗱，我而家咧先俾你聽下 Bossa Nova 個鼓係點嘅先，示範少少俾你聽下。Bossa Nova 的鼓基本上就是這樣打法的，它跟一般的 pop 是不同的，但如果我要著樂器去解釋聽放哪個位置呢，我想一集都說不完，只是說這裡好了。我不如給你聽一下這隻 Girl from Viva Lima， 我在網上就 download 了一個齋音樂就沒有鼓的，啲人俾啲人打鼓嚟練習嘅，咁啱啊！我覺得咁啊，可以攞嚟做示範。咁呢次咧，嗱，仲有一樣嘢 ，Bossa Nova 咧，除咗鼓之外咧，南美洲音樂咧好興用敲擊嘅，敲擊包括乜嘢咧 ？Bongo 啦 ，Congas 啦，嚇 ，Shakers 啦 ，Woodblock 啦，嗰啲或者我有機會再講。但是在剛才你聽我的鼓裏面呢，我還做了一條是 Conga 同埋一條是 Woodblock 擺落去，因為只有得個 Bossa Nova 咧就齋一啲嘅，冇咁靚，冇咁重拉丁味道嘅，拉丁一定有敲擊嘅嚇。咁而家我放一次咧條音樂咧係呢個 Girl from Viva Lima 嘅音樂，加咗個鼓，加咗我。做了啲 conga 同埋 woodblock， 咁你聽下嗰個感覺係點？但係呢個咧係音樂嚟嘅，冇人唱嘅。咁呢只歌放俾 Belima 啦，頭先你聽到我條片咧就冇鼓，咁啊呢條咧就有鼓同有敲擊嘅，咁Bossa Nova 一般啦，係比較我以前都講過啦，佢係比較 romantic 嘅，即係佢種 style 咧係好輕柔、好舒服。嚇，同埋咧，Bossa Nova 咧，佢係 jazz music 嚟嘅，因為唔會有 Bossa Nova 咧
係唔係 jazz 嚟嘅？一落親手做 Boston Nova 咧，佢嗰啲曲和弦啊，佢各方面嘅嘢咧，就已經係 jazz 嚟嘅。嚇！所以你聽 Boston Nova 啦，其實你都係聽緊 jazz 啦，已經。好啦，咁 Boston Nova 咧就係巴西，Antonio Carlos Jobim 嘅 invent 出嚟嘅嘢。好啦，咁巴西咧，仲有另一類音樂啦，大家都熟悉嘅，我哋講過啦，七號國家嚟噶嘛，係佢哋好中意 party， 好中意玩，所以啲音樂多數都係即係比較開心啊，romantic 啊，係啊，咁佢一年一次啊，有個乜嘢啊？嘉年華啦，梗係嚇，嘉年華跳乜嘢啊？跳森巴啦，冇錯啊，咁啊就中文歌都有啦嚇，森巴舞，冇錯啊，即係巴西最著名嘅兩款音樂啦。頭先嘅 Bossa Nova 就好温馨，好啊呢個 romantic 嘅。咁然後一跳就跳一個好大的 contrast 咧，就係啲好carnival 嘅音樂啊，咁啊叫做 samba。咁呢度咧，我都準備咗一隻 samba 嘅音樂俾大家聽。咁咧，首先咧，我想。俾呢條片你聽啦，因為呢只歌咧叫做好得意嘅名叫《One Look Samba》。點解得意咧？佢唱一個音咧，原來出好大部分時間咧，佢就唱一粒音嘅啫，就變一首歌啦。咁呢首《One Look Samba》咧都係即係世界經典嘅啦。如果係拉丁音樂，咁我哋先去一去片俾各位聽下呢首《One Look Samba》點樣。就我上網揾啦，揾呢只歌咧，揾好多好多隻，咁但有啲啊 jazz 數飛起，咁啊有啲咧就即係總唔知唔夠佢 original， 反而呢一個咧嗰個即係啲玩法咧就真係似翻佢最初作嗰時個玩法嚟嘅，因為啲歌點解咁經過咗咁多年之後咧，大家。你又做我又做啦，乜嘢款都做，做到溝到七彩嘅嘢。呢個都係一個改編嚟噶嘛，即係玩得太多次咁啊，梗係每一次啲人都揾個新嘅方法玩。係啊，但係而家呢個我執到呢條啦，我估比較簡單啲，即係冇咁多。比較忠於原著啊，嚇比較似原著。嚇嚇，咁啊當然巴西係講葡萄牙話啦，好似話。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巴西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 Portuguese 講的所以我估唱的都是葡萄牙話的好了那你有 One Look Samba 是還有 The Girl From Ipanema 這兩首歌在 Jazz 裡面都是經典的一定個個玩 Jazz 都懂玩這兩首歌真的太普遍了呢兩個 style 係咪好有關係嘅咧？即係佢哋其實係有啲似嘅。梗係同一個國家產品嚟嘅喎。明白。
只不過 Bossa Nova 咧，佢快起上嚟咧就似三把，但三把咧多數啊都係快嘅，係咯，即係其實大家係一個速度，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嘅唔同，但係咧佢可能有好多嘢嗰啲節奏啊，都有啲類同嘅地方。三把嗰個敲擊會更多，嗯。如果 Bossa Nova 和三把比較，首先最大的 contrast 就是 Bossa Nova 多數都是比較温柔一些、浪漫一些，三把呢就一定是興奮一些、快一些、carnival 一些、會這樣的。但是呢就、Bossa Nova 就 100% 是 Jazz， 你一天沒有玩 Bossa Nova， 玩的是 Jazz、除非你不懂 Adlib，咁但係三把咧就可以唔一定係 jazz， 但係咧八成嘅三把咧都係 jazz 嚟嘅。嚇！我頭先喺呢條片咧，我 cut 斷咗啫嘛，跟住係呢部啦。嗯。係。好啦，咁啊，我又咁好彩又揾到呢首歌嘅 exercise， 即係用温讀三把呢首歌，咁就冇鼓。冇敲擊嘅嚇，咁得翻咩咧？冇鼓冇敲擊，佢咪得翻佢唔係咁咯？有啲而家啲人咁做噶嘛？佢做咗個琴啦，做咗個 bass 啦，做咗個 melody 啦，嗯嚇，然後揾一個 shaker 做主要拍子，嗯嚇，咁然後俾你要你、如果你係打鼓嘅，你咪跟住呢個音樂咁打咯，又俾你練噶嘛，嗯，咁我就咁即係。在很多隻温六三華裏面找到一隻是跟這個唱回這個 Origin 這個差不多一樣 的版本，因為我找其他的唱歌那些都已經改到七彩。好啦，那我們現在就給各位聽一下這首我在網上 download 下來的温六三華 的音樂，但呢它是沒有鼓的，又沒有敲擊的，那些鼓和敲擊呢是我做下去的，轉了五六名人了。 OK， 我們聽一下這首 Instrumental 版本的温六三吧。主要 melody 第一次的 melody 咧就啱播完，我播咧播嗰首歌的第一次，嗯，跟住咧就重複嘅啫嚇。好啦，咁啊，如果你唔知道三把嗰個節奏嚇係唔夠清晰，因為點解咧？通常如果聽人唱咧，你就會俾個唱歌。抓咗你嘅 attention， 你就唔會點樣留意後面嘅 rhythm 係點嘅。嗯，一般人嚇。咁我而家示範一次咧，就係三把音樂嘅節奏，但係我拎走咗個 melody， 咁之後咧，佢全部得翻嗰個鼓同敲擊。嗯。嚇，咁我哋聽下係點樣嘅。OK， 停一停先。好啦，咁而家咧，因為其實仲開咗多啲嘢嘅，不過咧就
時間關係咧，我搞唔到咁多嘢出嚟。咁我加咗乜嘢？呢個係估啊。嗯，係。啊，咁我可以俾你聽下咧，我加咗Congas 啦，加咗 Shakers， 加咗 Triangle。嚇，有冇人知咩叫 Triangle 啊？三角形嗰、那個。嚇、啊，你學校都有啦，咁打叮叮叮叮下去 Triangle 啦。廚房。嚇，咁 Shaker 咧 ？Shaker。即係顧名思義啦，就你要 shake 佢嘅。Conga， 所以我已經講過啦，一齊係啲一對或者三隻啊，企起身鼓咁嘅人企路咁打落去嗰啲叫 Conga。嗯。OK， 嗱，如果冇咗個鼓之後，冇咗個鼓，淨係得嗰啲 hard percussion 啦，叫做敲擊。頭先我講咗三樣 ：Conga、Shaker 同埋 Triangle， 就係咁嘅。咁啊，再嚟一次，呢次咧，我唔要个鼓，我净系俾个 melody 你，同埋啲敲击。原來拉丁音樂咧可以唔要鼓噶，係啊，嗰個節奏感仍然喺度喎，嚇，即係佢嗰個 groove 啦，仍然喺你個感覺度，神唔神奇啊？即係你就咁聽，如果我唔俾鼓，你就覺得都得喎，所以點解第一條片咧個女仔唱咗《From the Lima》嗰個咧，咁佢都唔用，都唔可以唔用鼓，唔用鼓嚇。其他樂器已經可以做到佢嗰個節奏感出嚟。嚇！但係如果唔要鼓嘅《Window Samba》咧，就斯文啲。嗯。嚇！因為佢冇咁重嘅 percussion 啦，即係個鼓喺度嘛。咁啊，但係如果要熱鬧啲咧，就要有一套鼓啦，係咪？其實唔似，其實Samba要再熱鬧啲咧，起碼要加多。兩至三種敲擊，但因為我唔夠時間做，嚇，俾唔曬咁多你聽。咁當然，冇得唔得都得嚇，但係我只能夠話俾你分別咧，就係咧 ，Bossanova 除咗係佢個 feeling 個感覺，即係個浪漫同埋相對Samba嘅 excitement， 係咪？咁啊Samba咧就Bossanova 咧可以唔使好多敲擊，得兩三種得噶。嗯。但係Samba咧，想係熱鬧咧，閒閒地都有一紮敲擊。一紮敲擊，起碼五至六種，甚至和七個一齊撈埋一齊咧，咁嘅先 OK 嘅。嗯。嚇！咁啊，今日咧，我就為咗你介紹咗拉丁音樂裏邊嘅。兩個好普通嘅，最差唔多算係好普通噶啦。咁樣佢呢兩個音樂咧都係源自巴西嘅啊。咁當然啦，南美洲仲有咩唔同音樂啊？墨西哥啦，古巴啦，係咪啊？所以咧嗱，墨西哥有乜嘢出名咩啊 ？Mariachi 啊，嗰啲 Mariachi 有 salsa 啦，有cha-cha 啦，啊咁啊，古巴 mambo 啦，系，仲有阿根廷嘅咩啊？阿根廷 tango 啊 ，tango 咯，系咯，嗰啲好多都系其實係可以有舞可以跳嘅，啲其實係跳舞嘅嘅音樂。根本上呢啲已經叫做 ballroom music 嚟噶嘛，係咪？啲人去跳交際舞即係標準舞，你跳咩？跳 rumba， 跳 bolero。
跳叉叉，佢哋叫嗰啲做跳拉丁咯。嚇，跳拉丁嘅比賽好嚴格噶，同埋好難跳啊！我曾經試過咧，好多年前咧，佢要我陪佢學交際舞，哇！咁啊，等我又買鞋又剩，唔係我要你陪我去學，你話想試一下，叫我陪你去試一下。哦 ，OK， 咁啊 OK 啦，咁啊試一下啦。你知啊，我咩都中意試一下噶嘛，即係試一下啦。不點知咧就跳跳一下咧，佢咧就因為咧後生咧就跳芭蕾舞啦，就整親隻腳，就兼撞過一次車喺加拿大。咁啊，原來咧佢唔可以再學呢種舞啦，因為咧扭得太傷啦會。其實不是，其實即係我記得個原因，你又不講俾人聽啦。其實是大家咧，聽跳跳下咧，跳到嗌交啦。因為你又踩我只腳，我又踩你只腳，好難跳啊！原來，唉，我原本容易係 ballroom， 所以香港有好多人有興趣學嘅 ballroom music 咧。我乜嘢我識彈，彈有冇問題？原來落場跳啊，係完全兩回事嚟嘅。OK， 咁好啦，咁啊，我走之前咧，時間差唔多啦。嗯。我再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咧就係我個 Diva Gabriella Endless 唱嘅，即係第一首歌啊 ，Girl from Ipanema， 但係咧改編咗，唔係 Bossa Nova， 變咗一隻普通嘅 pop， 但係係冧到你震 ，All right，OK， 咁啊呢一節我哋完啦，一陣間我哋翻嚟再做心理嗰部分，拜拜 ，OK。When she passes, 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ah, ah, ah. But I watch her so sadly. How can I tell her I love her? Yeah.Each day when she walks to the sea, she looks straight ahead, not at me. Tall and tan, young and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And when she passes, I smile, but she doesn't se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ild.